友已经懵了，走三他给谁掩护去了？干嘛呢？梦想准备，梦想出来来，我用我那两个人换孙思瑶啊，把中国战术记住了。面对孙思瑶，换人。孙思瑶抢到篮板，因为孙思瑶是两米以上的球员，所以他不能在禁区里面投篮。Don't look at him like that. 哎，他这个表现等一会儿来换的，他还行，他好像调整的还行。成功抢断，夏浩然给到朱明镇，孙思瑶外线三分，哎，孙思瑶外线三分，哎 ，three point 打出来了，孙思瑶协防再好一点。5分钟没有进球，我们5分钟没有进球，要不换队了，换个队吧。你们等一下要换上，准备好了吗？更新在底线。Yes。换。JT 请求换人。三位新上场的球员分别是陈以谢、张天翼、张晨鑫。我们在进攻的时候是 A 队，我们在防守的时候他马上换人。换成 B 队，要再进攻又再换回 A 队，所以我们突然有这个打法，我觉得哇，很聪明，我觉得他真的很聪明，果然是哈佛大学毕业。准备，杨浩德准备。朱明镇面对张天翼 ，Yes 天翼，后仰的投篮 ，Yes 天翼 ，Good defense。陈以谢，全新的掩护，换人了。罚一中，对，这样。Yeah, pressure， 再挡一个。五秒钟时间，孙思瑶 ，Three in your face。真正的孙思瑶已经慢慢的回来了。换吧。小夏，下来一会儿。龙骑士请求换人，杨浩哲换下夏浩然。让他活动一下，打得不错，一会儿来上，打得不错。张天翼，好球！哎，换人，哎我。杨浩哲，三分。哎，自己抢到篮板，空位的机会。好到了。好的，第一节比赛结束 ，J Team 暂时领先三分，23-20。喂，好球，休息。开局落后三分倒是没有什么问题，我觉得打得很焦灼，是我预想到的，我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我们自信是要有的，不过我们不说大话，我们只做能够做到的事情，我们赢他一分就好，好不好？赢他一分也行。他们先传球，然后挡拆，然后这个人这样子，他们这样子的时候，这两个就可以换。你们要沟通一下。走三号时候，你给他了，你守了，梦想你直接可以给他挡拆，然后你可以往外弹，可以往外拆，让你拆，你自己看。还是你们先上，然后打一分钟，然后就换他们。OK， 好，加油！来，我们比赛马上开始。来加油一下，加油！周瑞，杨正，面对唐日辉，三分球，
就是这样子，他们每次这样子你就走。这个心理素质啊，两次，没关系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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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追篮板一次。三发一中，我们赚了。哎，打一个战术，打战术。周瑞，挡拆，挡拆，挡拆。哎，这没关系，他只会投进一个，最多一个两个，没关系没关系。杨正要内线，李志锦，韩日辉面对杨正，哎，我加罚一次，追篮板一次，依然是李志锦。好的，刘星两分命中，很好很好，换人换人，小树你换一下那个，你换梦想，你换梦想。梦想换一会儿，龙骑士请求换人，龙骑士换上著名阵，给到杨正，协防协防，小猪协防，造成犯规，再捂他捂他捂他，他心理素质不行，两次。一发不中，